天还没亮，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吉隆坡班丹英达代儿童教育中心，聆听正言法师静思晨语开示。今天有这样子假期，就是不空过哈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来邀约以前的毕业生，就是曾经有熏法相的，因为想说不要断掉大家的这份姻缘，但是大家因为熏法相，然后能够说让自己的就是定下自己的心，也学到可以开启他们的智慧。熏法相虽然需要早起，但家长认为能一起精进共修，彼此学习佛法智慧，一切都值得。首先早睡早起，我们的确多了很多时间用。第二，如果没有熏法相，佛法很难在我们教养孩子的过程中，尤其是遇到人事物，我们不能用佛法的道理跟孩子说明，因为佛法就是那个正的道理。我们教导孩子，我会用一些哄骗的方法去唬吓他。为什么你要学佛法？要不然就请不到法，就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要去传法？因为可以让更多人做好事。利用假期时间精进文法，亲师生牢记一经一记，善的种子就此种下。台新闻郑善美志工徐国敬马来西亚报道。